大众转身向上，礼佛三拜问讯。请翻开第六页戒定真相。Oh.
哦释迦牟尼，宾利波贤。
愿做大菩萨，法师誓愿若我出苦，因见不见愿尊者遍及，是我舍身南无普贤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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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普贤菩萨。站起来。
是真供养，今复还亲戚，身处天中王，家临病且身，爱民众生者，我等济济。三星大悲观音道场，小道月报恩法会中等，其间慈悲道场善法自当第一眷，若贪缘起诸众等断可以心，诸清三业亦可厌烦，少众生庄严十方三宝身藏，诸佛洪名菩提陀地已归依，法如禅坐诸业障，参加一览三星大悲观音道场，小道月报恩法会中等，自诵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应迷一心里每一层，在言时空花人醉，一偶遇起初黄海破凡，一阵三昧怪味一点无名之中，看三度夜早晚端，开尘老八万之门，起烦恼百千之障，当荒于今如狂想，
植物垢垂诸王渊死非恶而复活罪若丘山之积也如沧海之深即为少于三根恐难逃于而过今者已经在你全歌于心外多深渊内怀惭愧现前情中披月常会灵文彰显佛智为光悉多生之罪垢我愿如是佛彼爱念两空之名寻加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道常禅法一心归命三世中佛清云慈悲道常禅法一心归命三世中佛去毗婆室佛南无南无自其佛南无本
不可得多，一切归见因而死一身体
膀胀走不可问空海西之于是何以知非清心神也无有处理中等只为心动朝露明足细光神识平法无得可称之无大人神神之名是无神人通彻之照眼无中和人三之美心无进退高下之皆谬离是之老见人这样去大众暂居侥幸即发稀有其嘴脸无忌从此一别远隔努力转移朝夕清风供养亲家亲近为师为快扬言大众可比其心比人若开如森法门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个音中其用梦心不妨一心安住心大心神心大慈悲心要三心欢喜心报恩心度一切心守护一切心救护一切心同菩萨心等若来心一心只以五体投地奉为国王地主土地人民父母师长上中下座善恶知识诸天诸仙护世四王诸三法而守护持咒无妨龙王龙神八部光及十方无穷无尽恒灵宝石水陆空间一切众生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先生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何故应许归依三宝诸佛菩萨有无限期大悲度陀世间有无限期大慈安慰世间念一切众生犹如一次大慈大悲常无邪见恒作善事利益一切世灭众生三毒自我教化灵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众生不得佛事不去正知一时一故应许皈依有福诸佛持念众生过于父母亲言父母念而持之一时佛念众生自心无尽有父母见之悲恩为一心生悔恨此心不少诸佛菩萨此心不恶见之众生悲心一种乃至若于无间地狱大我论众待诸众生受无量故事之诸佛诸大菩萨此念众生过于父母而诸众生无名复为烦恼复心于佛菩萨故知归向说法教化一波心手乃至出言其余回谤为正法信念诸佛恩一波心故多在地狱而归畜生诸恶道中偏离三毒受无量苦罪必得诸战胜人间诸根不拘一次庄严无禅定虽无智慧道如是等障有无信心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不信之罪重罪至上能令恨人常不见佛相于今日各自慷慨这一座清真正伤心其惭愧以其上求爱忏悔忘罪业累积尽飘离俱尽然后云香如归心门若不起若是行云如是以此空隔绝藏恨难动一时思想明然无反起得不忍人无低头低如大山峰一心归心无苦一向众等今日以诸佛菩萨慈悲心力是梦觉悟深深惭愧以作之罪愿其诸灭为作之罪不敢复造从今日去至于菩提其坚固心故不对转舍此生命若生地狱道若生恶鬼道
罗僧祖僧达罗僧伦达罗僧天道与三界中罗首男僧罗首女僧罗首非男非女等僧罗大罗小罗僧罗将受诸佛恼难堪难忍是不宜苦苦推辞今日心心凝于千劫万劫受种种苦是不宜苦苦推辞今日心心仰愿诸佛大地菩萨同家救护同家舍受临终等清心坚固等诸佛心同诸佛愿众魔外道所不能外相于此心同于同且无低头地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先生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圣善心定夫人天幻惑世界虚假尤其幻惑非真者无是果虚假不罪则千变无穷无是果故所以就知生死之流千变改过所以常犯爱故痴爱如是众生生所悲念故悲化尽云菩萨成佛可有本愿释迦不现常念诸为断受悲憎众生变化而经常论苦海不得出离故在此度救诸彼而教有刚强故且直言不舍于故而度众生为常不以善法方便弘济以知心所以三昧经言诸佛心者是大慈悲慈悲所愿愿故众生若见众生受苦恼是如见如见如破眼目见以悲戚心无沾安于八戚故令得安乐有诸佛等知其化世君之于释迦遍成勇猛以能忍苦度多众生当知本是此恩是众人于苦恼众生之中所种种于利益一切我等今日不梦解脱今不闻一令之之退不度松树千分量有业障念于悲歌相于今日其悲怜心以悲怜如来故善心浓厚其在苦中以如来恩无言懊恼参言更同等一同且无低头地自信奉为国王地主土地人民父母师长行事贪悦善恶知识诸天诸仙聪明正知天地虚空故事是王诸三法而守护持咒无方龙王龙神把不光即是风无穷无尽一切众生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先生相与互归合掌心念口言作如是说诸佛大圣尊觉法无不敬天人无上师是故为皈依一切法常住清净修多罗人出生心病是故为皈依大地诸菩萨无作死沙门能救一切苦是故为皈依三宝护世间我今同念力六道诸众生精进为皈依慈悲护一切热令得安乐爱民众生者我等共皈依无低头地各自念言扬愿十方一切三宝以慈悲利益本愿力大声动力不思议力无量自在力度多众生力护众生力安慰众生力令诸众生皆悉觉悟之众等今日为其皈依三宝以此功德力令诸众生各得所愿若在诸天诸仙中者令尽诸漏若在阿修罗中舍教满悉若在人道诸佛中故若在地狱恶鬼畜生道者即得免地有福今日若闻三宝名机遇不闻依佛圣力令诸众生尽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同诸菩萨俱等正觉断疑第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心
听谛听佛音果音相感应相善必然知道离我他转而诸众生也恒不顺三恶蝶用一也不顺所以保佑金诸或鬼或剑或山或恶气是非以参者万病既有参者不了本恒亦不了故意或乱起火眼金睛逢家因得长生而见断命屠杀之人因见出灵而繁衍受青年之事因遭佛祖而见病过贪道之人因见困之而根丰饶如此一伙人虽无念而不知妄也是因所知如佛日所命若有独宗之敬为人亲见者是人现世罪业因多而道已经是人亲见故现世罪业则为消灭而诸众生所以不能生心境欲有此因者皆有无明或故妄其颠倒有不幸三界内是过三界外是乐美然世间皆厌世乐若厌乐则何以与众浮尘苦受因是过度辩证即证即息传播故障修通有此一佛密见有老汉的此即则因波年间热见中秋则苦恼一生若厌世乐何以生恼苦之因是一佛成非世乐有厌倦所以为乐者则因常相欢愉各相无忌何以恶而无常数厌而世事有尽我相在尽灭好天口地感性寸断又不能知身所从来是所去向前辈相送直至穷山之首常离一次万劫诸如此则其故无量众生密见为其失乐出失乐因皆厌世故或见尽但殊色皆生是失去是清暖细分少与皆厌世等强之困苦不知此也世界脱道或见不是此皆人如精进心经礼拜从昔之人巧情不切戒厌世故不知是等修诸事心多有疾病失望之日便起一心终日以此心经我是禅之人之其力何以堪此若不勤劳其当之困徒丧生命于是无疑或佛之病其所理是如此不知退过寻因妄垢此或若于三知识则其或可出于二知识则其于根生因于佛故多三恶道在恶道中为何所及今日道场同业道中凡有此因缘无量且以我习其诸三界外尚未能尽况在清心云何顿去此生不断后世复成大众相遇放射长途之心苦恩当以佛语如教修行不得已或赐予老眷诸佛圣人所以得出生死度于彼岸者良有积善之功故得无碍自在解脱我等今日为你生死以至可悲何容贪诸此恶事中今则行得是大为衰无复抗于有心动转起来是以恶不努力赋予何待过去一生一不见地今生空知佛所证于未来是以恶嫉妒不以论心是非情报大众今日为因倦可努力勤修不得敷衍且以小气生道常言一朝难办如是一朝万福一朝何时当得所作一半经我因诵经作禅经辛苦恨有小疾病便言诵习经过所知而不知知不作此身造因中妄因此心故得知今日且是大真顺疾病是障乃至老死不可得彼人生世间回归磨灭若欲得道当以佛语为而得则无忧是出一切众生为佛语故所以轮转三途悲因中苦如如佛语度无休息情欲诸法如教头然无事一生无所得也相与人人等一同结无地斗地如大三崩为有有四生以来至于结
今日今生父母理解情愿和三恶色力同坛尊尊上中下作行事坛月三恶知识诸天诸仙护持四王诸三法二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光其十方无穷无尽一切众生归依世间大慈悲护。佛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如佛智慧同化十方俱等正觉，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同福持称善事，心念相遇已得入归心门，为因病已去向为其于内外发愿不留难，若本也不明，自不能超前人作福，为因将全贪痴和障明尽其德，不依其心身作妨碍，是彼恨人心成主罪。若是不退，必进入苦，必进为见，为当自身空过是非与生，何以若能与三无有碍，则可为何道有利大人。若今作爱与未来世云何能得通达佛道，求地而寻损害，始终作他三根罪证不清，若虎口尽受有意而归心状，丑恶见者毛鼠莫不畏惧，身处梦魇犹如火炬，口出去中无有穷尽浓血浊衰，一直眼神走其远者不可亲近，或口吐言辞皆或其举身恼苦东西之咒，世事满足罗汉闻而归曰：若说何罪今受此苦而归？大言无妄昔时曾作沙门连坐之身，浅谈不舍不护为一出言出耳，若见此皆精进之人，则佛马若偏言而失之，是豪强未尝不失，遭遇无量不
善之本，而今这一回无所不宁，以及到自戒即舍，从戒至戒，甘心受苦，不以一言为谤。他三尊者，观言菩提，以我心装戒住比丘，即佛弟子，三护垢过，无妄出言舌见，持戒不持戒者，念宣其德，无受鬼神，尽数千劫，终日今夜，备受出度。若此报经，不入地狱，是时而归所持于一具身，傲骨自投于地，如大三公。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今所说大可不为之一苦果，火波雷劫和光起于不散之本，舍身受果，皆有作业。若不作因，云何得果？若有造因，果中不是罪苦不愿生之等等。譬如因相不得舍离，因无名声，因而死去来现在。今往欲者未见世人而得解脱，能守护者受福无穷。今日大众一个惭愧，喜欢身心惭谢千秋，彼国不造心诸佛曾谈相遇。今日之去作见人之善，莫人成于不成就于不求。但是一年一顷一时一刻一日一月半年一岁，以至生于不作这一说一法华经言。若人散乱心，如于他庙中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何况有人能发如是大心，今日福山不遂，昔者身所悲念众等，自为无始生死以来，至于今日因有无量恶行，诸人身善何以自然？若无是时，云何今日于诸善法多有六难禅定，不能习智慧，不能修少时礼拜，以言大佛转至尽卷福身，眼袋终日老了，其诸恶业是此身心不得解脱。如禅坐见自因自不入恶福，藏也悄然如是等证无量无边藏菩提心，藏菩提愿，藏菩提恨，皆有恶心回谤。他三经是觉悟甚大，惭愧其藏旧爱，忏悔此罪，唯愿诸佛亲大菩萨以慈悲心同加深灵力众等所暂除灭，所谓清净所有障碍无量罪业，因尽忏悔清净无余相与人人等一同，切勿低头，为世间大慈悲故。一心归命礼，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赞叹的佛，南无宝师一心归命礼，南无无量密佛，南无化德佛一心归命礼，南无相得佛，南无三乘行一心归命礼，南无光中的佛，南无明德佛一心归命礼，南无释子游戏菩萨，南无释子观心菩萨一心归命礼，
长跪。三宝相与无归合掌心念口眼中等从无事生死以来至于今日未能得到受持宝身于世事中曾无舍以贪嗔嫉妒三毒自然其中恶业见人不是持戒持不能行不能随喜见人忍辱清净知不能行不能随喜见人作禅修智慧也知不能行不能随喜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缘起诸灭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见人作禅修诸功德不能随喜行诸作我于是为一心无惭愧骄慢懈怠不念无常不知舍此身心因落地狱与他生舍其种种恶障人建立三宝心先供养障人修习一切功德如是罪障无量无边今日忏悔缘起除灭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不行三宝是皈依出障人出家障人持戒障人不是障人人如藏人精进藏人坐禅藏人诵经藏人写经藏人再会藏人照相藏人供养藏人呼喊藏人行道乃至他人以好之善皆生障碍不行出家十愿离马不行人如是安乐心不知平等是菩提道不知离妄想是诸事心只是身诸多诸障碍如是罪障无量无边唯有诸佛诸大菩萨今知今见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罪量多少今日忏悔法如忏悔一切罪因苦果缘起消灭从今日起执着道常心菩萨道无有闭眼才发而是无有穷尽智慧方便所作不空一切见闻如不解作相遇之心菩提斗地阳愿十方一切诸诸佛大地菩萨一切现身以慈悲心同加身力令六道一切众生已经忏法一切痛苦皆悉断除离颠倒缘薄弃恶觉舍死去也得智慧身心菩萨道不休不息恒愿照愿数等十地如金刚心正等正觉忏悔第三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经验在凡位之父在身位之皆不即是三业所起之恶皆即是三业无碍之善一切圣人安心实在神智方便无量法门明了众生善恶之业能以一生作无量生能以一心种种变现能作一切以为一日能言一日以为一切于定寿命者永不灭于现无常者是涅槃神通智慧诸魔自在悲心实性作我虚空律虽如地不见现难必尽空寂以为其子通达万法空有具名成就辩才智慧无碍如是等法不从恶业众生不从贪嗔嫉妒众生不从愚痴邪见众生不从懒惰懈怠众生不从骄慢自扬众生为从今生不作众恶心行善业众生何处见人修诸善业虽从佛语而有贫穷者有丑陋者有龙藏白起不自在者有必见为人灵灭者有所言说不为人心用者经意深圳若有一人随从佛语修诸功德不为之
何得报这你我身入阿鼻地狱受种种苦你自在人得报这无有是处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若欲舍凡入圣者当以佛语入教修行莫知效果深难多心以致努力忏悔灭罪今愿罪从因缘生起从因缘灭即为灭于凡类出相多迷自悲自以忏悔无有处理相遇今日岂有梦醒心法忏悔以忏悔之力不可思议何以自然而是死亡有大逆罪忏悔悔者从苦经受有此忏法令诸行人得安稳乐若能资格努力必生知道其上忏悔皈依毕竟为其者而不同感诸佛为自由业而业果报应相无差应当不惧苦道忏悔各个自心等一同切勿低头低心念口言作如是说邀请诸佛同家爱民愿救我苦厄大悲不一切不放尽光明灭除此暗明念我即一切放映地狱苦彼来自我所是令得安乐我尽其受力闻名救厄者我尽光归依世间三慈悲故悉发菩提心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悉发菩提心南无清净佛，悉发菩提心，南无清净悉佛，南无宝护佛，悉发菩提心，南无宝月光佛南无显无余佛悉发菩提心南无宝月佛南无菩提心莲花遍地生南无离垢佛悉发菩提心南无菩萨南无释迦牟尼佛悉发菩提心南无无边声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恭敬一切三宝为缘必定来令我三多过失令得安乐
及于大涅槃以大悲随喜诸罪故，令至菩提毕竟清净六道十身，由是罪者通得清净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解脱，相与自性等一同且无低头地心念口言众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无名所不爱是所参成为所佛，多在欲望经历三界被摄流都沉沦苦海不能自拔，不是妄业过去因缘或自破清明破他清明，自破梵恨破他梵恨，自破境界破他境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从不自称无地投地求爱罪过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一生过一心十二业生杀道因空妄言起于两色恶马以贪嗔痴，自心十二脚踏心十二赞叹十二法赞叹心十二法，则如是一念之间起十世众恶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从佛是称无地投地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一于六根行于六识起于六尘，见作色而作声彼作相色作味身作息化以作法成其种种也，乃至开八万四千尘劳门，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从佛是称无地投地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一生口以心不平等，但只有我身不只有他身，但只有我国不只有他国，但只我求安乐不知他已求安乐，但只我求解脱不知他已求解脱，但只有我家有我眷属不知他已有家已有眷属，但只自身一样一动不可一人出，他大声为空苦作不生，但只知为先生小苦而不知为其主而也，生生因多地狱之地狱中非洲中苦乃至富贵恶鬼道畜生道而修罗道人道天道，有种种故意不平等故，其彼我心生缘情相，所以缘对便于六道，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从佛之称无地投地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行天道相天道见天道离三知识行恶知识，非法正道行法邪道，非法说法法说非法，法善说善善说不善，千教万庄长于此般，随无名流入生死海，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从不苦道无地投地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三不三根七识颠倒造作无逆行于十二次然三度长阳八苦遭八寒八热诸地狱因遭八万四千各自地狱因遭一切畜生因遭一切恶鬼因遭人天生老病死种种苦因受于六道无量苦果难可堪忍不可闻见，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从不苦道无地投地求爱回国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三毒根与三有种离二十无有处处起诸罪恶，随诸业风不知持觉或障人持戒修定修慧修诸功德修诸神通，如是罪障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恩，今日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从不苦道无地投地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贪嗔心勾起六识随诸六尘起众多罪我于众生边起我于非众生边起我于无漏人起我于无漏法起，如是贪嗔所起罪恶，今日忏悔缘起除灭有余自性起颠倒心行于邪思受于邪说作断作长作恶作见随之所行起无量罪，如是因缘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恨，今日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从不自称无地投地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生三恶业口十二业意三恶业从无始无明诸地烦恼恨杀伤烦恼智伤烦恼观伤烦恼是诸
诸地烦恼三毒四趣五盖六爱七罗八垢九劫十世如是一切烦恼增长无量无边长菩提心长菩提愿长菩提恩今日成为缘起除灭众等众佛之称无地头地有佛我是以来至于今日不能修慈悲心不能修喜舍心不能修檀波罗蜜是罗波罗蜜禅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僧波罗蜜波瑞波罗蜜又不能修一切诸佛地法如是无有方便无有智慧藏菩提心藏菩提愿藏菩提恩今日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众苦正道无地头地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轮转三界被离六道受死生生我男我女非男非女遍一切诸起无量罪我为大圣众生更相但是我为牺牲众生更相但是如是等刹也无量无边藏菩提心藏菩提愿藏菩提恩今日忏悔缘起除灭众等众苦自称无地头地自从有生生以来至于今日于六道中受死生生于其中间所起罪恶无穷无尽如是等罪唯有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今知今见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罪量多少今日此心其上求爱忏悔忏悔以作之罪愿尽消灭为作之罪不敢复作养愿十方一切诸佛以大慈心受众等今日忏悔以大悲随喜出众等能障菩提一切罪垢令知道藏毕竟清净有缘十方一切诸佛以不思议力本誓愿力度脱众生力福护众生力令众等今日起十法菩提心从今日起至脱道藏毕竟成立不复退转所有誓愿悉通菩萨所行誓愿养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以慈悲心同加舍受令众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切众生各个具足满菩提愿慈悲道上禅法卷第一离波离波地求阿求阿地多罗尼地尼阿那地比尼尼地摩诃伽帝僧林伽帝萨婆诃离波离波地求阿求阿地多罗尼地尼阿那地比尼尼地摩诃伽帝僧林伽帝萨婆离波离波地求阿求阿地多罗尼地尼阿那地比尼尼地摩诃伽帝僧林伽帝萨婆诃请站起来皈依三宝戒断一根我今这一入玄门因果俨然存忏悔功深诸佛上人间真篇直觉光朝日月德月太虚无去无来隐隐常居华藏经不生不灭巍巍坐断涅槃尘因我现心随即不干若风中只待空时空故意转身愿随无极之
大悲，坚持一世之佛事。来奉为修禅参加一览，三星大悲观音道场，小道月报恩法会众等修从，慈悲道场禅法今当第一卷功德可谢。圆满于念修持坛藏菩萨感想灯浪火树香喷成坛三无生自明化现行起之妙果，各样方白成藏红明，道如禅风经持咒，所记供应转身回向常住真慈，三宝回向护法诸天，上中下皆圣前，愿尽无边灵光普愿坚持诚诚先生欢喜之心，留恩泽于天上人间喧哗日月，他方此界圆满道场，出生功德念经成求禅，参加一览三星大悲观音道场，小道月报恩法会众等禅师最虔，应向即佛求生净土，佛愿一生罪垢并消一切业缘清净，一心皆无相，一力之真如，一念回光照一生之妙道，断苦缘而成乐居萨人那，而作清凉。你纵情决定往生于净土，何门人眷方当永享于下令等愿情，而公母恩婆与凡生儿同济宝地，今则一闻忏悔有空为喜，罪业难逃，在老尊中同求忏悔。站起来，两黄参一卷功德力，心人望这一张嘴，请赞菩萨欢喜地常闻去处罪化悲，善了罪，笑
佛前亲手众可以把经书盖上，礼佛三拜，拜起来，再拜起来，三拜起来，问讯。